那来向古田完整的废弃物抗议事件，已经超过一礼拜的征途期限。乡长胡世文甲代表会主席黄清德以及副主席陈维进等人，今仔日再度带领乡民前往现场查看，发现来自绿坑的富山石灰已经连夜清走。胡世文也再次强调，人来反对有毒废弃物的立场。我接到足多黑毒的恐吓，同款阿文嘛未放弃就对话啦。啊，来讲阿文就是安那，坚决，坚决。有大物件，卖就好拿，晓得对啦。好，啊，所以这样吼，上大啦吼，咱会胜利啦吼。今日先站咧吼，我早个就环保局甲落个乱硬，你敢知？我你若无阿车走去哦，明仔载我看，若无清，我直接就扫咱个人要闹去环保局，对不对？所谓咱来向代表，今日也一直支持这项抗争行动，因表示将来会用同款的动作来保护咱来向个环境清气。只要以后未来任何一项事业废弃物要搁车入来咱拿来，咱要用同款的动作，用同款的心情，只要无好的物件，拢将不准车倒来咱拿来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分局环保局今仔日也派员到现场说明，环保局人员表示，已经协调业者将这批负散石灰清运至到达港口来。我们是站在污染防治的角度来处理这件事情。好，那当然就是说，在我们也尽量是符合乡民的期望，然后跟业者来协商。那业者他也能够配合说，把他的这一个堆置的副产石灰先运回他的这个林内的厂房内。那目前来讲呢，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都能够符合乡民的一个期望了。林内的厂房内还是在林内吗？不是在斗六，抱歉，我刚刚讲错，是斗六厂房，斗六他合法的厂房。那来向各界今天也再度呼吁六轻首相做好废弃物的管理工作，唔好伫地方制造污染，危害森林环境的身体健康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